方糖含在嘴里越吃越甜。当方成颖遇到安永堂，两人经过11年的考验，方角化为圆滑的过程，今朝滑入幸福美满的人生旅途。我喜欢你的眼，看着我的眼，我喜欢你的脸。你可爱的模样让我常常看到发呆，完全沉浸在恋爱幸福的滋味之中。大家好，我是今天男主角安永堂，1984年8月11号生，兴趣唱歌、游泳，以及跟我爱的人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甚至一起吵架。我喜欢你的口，吻着我的口，时间在改变。那这位呢，就是今天的女主角方成颖，也就是我今天想要求婚的对象，想要照顾她一辈子的对象。1985年8月1号出生，跟我一样是狮子座。从她的照片就知道，从小就很会摆 pose， 从小就是一个很令人讨人喜欢的一个小女生。他平时的兴趣就是爱发脾气，但也因为这个兴趣呢，深深吸引了我，在这11年，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那么的喜欢他，那么的爱他。时间在改变，你不要改变，因为我很爱你，不想要你爱情。两人原本各自在不同的世界，命中注定让我们相遇，往后的人生由我陪你一同度过。第一次看见你就为你心动，聪明的我怎么既然失控，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第三次看见你，想要告诉你，我真的爱你，是真的爱你。第四次看见你，我有些要求，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的聆听。让我保护你，让我照顾你，所有的要求不能当作有。也有一种节奏。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 多美丽多难得 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就是那么爱你什么都想为你爱是一种毒瘾正在发作你知道我爱你会爱到很久甜蜜不必急着说慢慢享受连天使都嫉妒的生活让我用一辈子的时间陪你环游世界不管你要到哪里不管海角或天涯我都愿意真的什么都别说安静也是沟通几个呼吸就够说什么都嫌太多把现在的画面留到老的时候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 多美丽多难得 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就是那么爱你什么都想为你爱是一种毒瘾正在发作你知道我爱你会爱到很久只有待在你身边的时候我才可以天真的像个小孩一样不顾形象做鬼脸给你看逗你开心也谢谢你选择了平凡的我只要看你一秒那是一万个心愿都结化成一句我爱你就是那么爱、哦、爱是一种毒瘾正在发作你知道我爱你会爱到很久甜蜜不必急着说慢慢享受哦，幸福的生活喜欢跟你一起品尝美食把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吃光光对我来说这就是甜蜜的幸福从此以后我爱你你爱我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回应我幸福的要求我或许没有别的梦唯一的是我爱你
担心一杯红酒把我的真心透露，或许你早就该懂。冰淇淋在喉咙，能多冷静几秒钟，气氛在。我喜欢陪你一起过生日，看到你开心的模样，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与骄傲了。一束玫瑰交到你的手中，这一天这一刻这一切你属于我。多想要拦住这一秒钟，你每天晚餐都陪我，美味比不过你温柔，从此以后我爱你你爱我。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回应我幸福的要求。我或许没有别的梦，唯一的是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不是个浪漫的家伙，谢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我的家人。从今天开始，我会更加用心照顾我们的家人。就认出来，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是爱让你掠过漫长等待，我们只要现在相爱，幸福就来。恨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抱歉让你等待。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这个世界唯一的你，是我拥有的奇迹。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的秘密，紧紧拥抱唯一的你，无可救药的坚定。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也愿意，我什么都愿。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些年，我认定我最爱的人就是你。我希望能手牵手走过人生的低潮，也尽力一起走向我们的永远。过去所有的悲哀，都只是训练我为你勇敢真爱。照亮了漆黑的夜晚，寻找了彼此一辈子才不分。抱歉让你等待，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永远继续陪你走下去，不管生老病死，我都会紧紧牵住你的手。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也愿意，我什么都